下楼吃饭，元宵了，结了。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啊、哦！十二哥的晚餐马上就开始了，这是我们的食堂。今天菜硬了吗？今天菜又是肉又是鸡的，蛋儿是我妹夫，不是这属于我姑爷，也还这刀工行啊，姑爷的刀工，对付玩吧。这菜太硬了，又炖了两条大鱼，今天伙食杠杠的。今天伙食杠杠的。感谢我二姐啊，盛情款待啊。辛苦了，哎，小宝贝，小宝贝，哎呀，大姐吧，这是我大姐吧，这是我大哥，你看，哎，元宵节快乐，这都是我们的骨干分骨干，不是，那是身体半个天空的人，我大哥属于。在后勤保障那边方面的，真正的男人终于上来了，这才是大厨啊！手抓凉菜呢，厉害！爱家的男人呐，爱家爱厨王，一波接一波换着吃饭呢，这是第二波了。再喝点儿，大姐王。那个，整点。我要喝那个是啤酒二两一个。别吹他，小二哥，但是来到这嘎达两碗饭了。我昨天真的喝。马上出发，送货，就是后边这些货，道里道外南杠的，还有哈达的，一共40件货吧。第一站，哈达批发市场。你要么接下电话。第二家。向王区，我们爷俩要去第三站，道外吧。道外，也是我们今天的送货的终点站。马上就要经过哈尔滨火车站了。是，这个隧道可以远呐。这个，拐过去到头了。要不我导航，我得走懵了。那，在面前的就是哈尔滨火车站，哈尔滨东站嘛。总站，都来过哈尔滨人都在坐这个站住。咱们哪怎么方向走？捋道走，捋道右拐。哦，这到头就右拐了。哈尔滨火车站漂亮啊！多长时间没坐车了？爷俩送完了，一会儿今天不元宵节吗？爷俩上那个中央大街溜达溜达去，沾沾喜气去。松花江畔呐，防洪纪念塔，要是来过哈尔滨，80%人应该都记认识，都来过这个地方。哈尔滨防洪纪念塔，当年98年抗洪的时候呢，水位达到了128.3米，因为我是看下面才知道的，当时好像都水位能涨到这个位置了。被小二哥冻得嘴都说话，因为外头现在的老冷老冷了。天空中的孔明灯，真漂亮。青蛙、热狗、汉堡、碗碟、帽子。这灯真漂亮啊！中央大街，欢迎家人们有时间来
冰城哈尔滨游玩啊，赏雪玩雪。这个石头好像是9997块，是多少块？我听以前说过，这是曾经小日本留下过的。真漂亮。前面好像是雪屋啊，大家看看雪屋。人太多了，人呐，人山人海的。祝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各种美食，应有尽有。冰糖葫芦无所不能啊，什么都能穿的。马迭尔冰棍，老贵老贵了。什么时候带着爸爸妈妈，带个小二嫂和孩子来尝尝这个？以前小二嫂每次上中央大街时候，我都会给她买一根。家人们晚上好，在这里小二哥祝您元宵佳节快乐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有百年历史的中央大街，以前跟小二嫂来过，我们得有好几年没来到这里了，因为是比较忙，所以没有时间溜达吧。就是今天恰逢就是元宵佳节，刚送完货，完了顺便到这儿溜达溜达，感受一下过节的喜庆，太热闹了，真是人山人海啊。黑龙江地大物博，人也多，人也特别多。有时间欢迎大家来黑龙江做客，来一起看雪、赏雪、玩雪。其实哈尔滨呢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，太美了，真的。最后祝家人们元宵节快乐，所想皆所愿，一切都顺意吧。我在哈尔滨挺好的，家人们勿念吧。